马伦山主峰，海拔23武林公主，古关七雄之一。2012年7月15日，许明成领队。哦，不是啦。我们来到哪里了？我也好，搁大人你等你无嘿，美女你等哈。咱这个马伦山有什么特色？特色哦，没有特色都。拢看无。啊，这路程如何？一天要几个小时？一天啊，咱都要行几点钟？咱起来行四点钟嘛。四点十五分啊。七个小时啊。阮这个美女嘛入境。入境。嘛入境。好妈伊肚子饿，出面包。嘿，我妈伊食甜的正常个啊。饿了。我可能。下雨天，留客天。啊，来这里有这么感受？啊，恁一日啊，当你在困中头都无食了，困歹死了。对啦。马伦山呢？啊，马伦山为什么拢无树叶？因为树啊多啊。啊，刚才下一场雨啊。有小鸟在叫哦。我妈也唱首歌。大象。他哪一首歌？跳舞的，那空山狂欢要甲你去上，你都唔。唱蝴蝶。啊。蝴蝶。哦，多幼稚人呢。唱流行。流行歌曲啊。我一条，你好。唱给网友听，快点。我甲泼上那个非死不可啊。想你想你，哈哈哈！你咪拢想你想你，想你想到梦里头。哦，想你想到梦里头。没有歌词。你的多情已温柔，安呢？我唱的好要命。哦，你干嘞？吃饱了杯哦。哦。刚吃饱，我讲是要学飞龙湾。